2020不是不行，看准地段出手就行。大家好，我是欧神。什么地段才叫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圈？两家超市、五家便利店、30多家餐厅，这些都只是刚需，还有更开眼的。五分钟法则 ，Let's go。Staples Center， 洛杉矶湖人队的主场。在洛杉矶的你，不看一场 NBA， 你好意思吗？下一个五分钟 ，Let's go。迪士尼音乐厅，让你感受洛杉矶市中心文艺复兴的气息。不听一场音乐会，肖邦都不答应。下一站，比弗利山庄，走起！沿着 Wilshire 大路一路向西开，我们来到了久负盛名的比华利山庄 ，Rodale Drive。这里拥有全世界，这里是全世界购物者的天堂。听了这么久，是不是听得热血沸腾？你热了吗？热了是不是想起哥要送智能空调这件事情？打给我们，马上就送给你。